继续来开我们的幸运四叶草，目标就是一个转化桌，同时还能得到大量的进化石，方便以后我们收集其他精灵给我们做出非常完美的进化。现在这里边的进化石开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啊。我刚才把周围的草又给清除了，只有两组多一点点的幸运四叶草。我看看这一波能出多少个进化石，我目测已经出了两个了啊，已经出两个进化石了。所以说咱们说那个转化桌这玩意儿有这么难开吗？你整个钻石块给我也行啊，家伙全是宝可梦的东西，兄弟们来瞧一眼吧，这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大家一定要瞅准了啊，瞅准了，要是能直接拿就好。这里边没有好东西，有个进化石我刚才真的看到了，这儿找到了，哎，没捡起来，捡到了，我四万多的大锤，留着留着，这个大锤有点东西，冰鬼护石啊，冰鬼护石的进化石。然后这还有一个，这儿找到了，我来看一下啊，化石复活机，哎，化石复活机肯定是有用的对吧，我印象里大家说过有些东西是可以复活的。哇，这个鞋子可以给我们加移速，太好了。发发先不要叫啊，我在录视频，录完了我就放你出去睡觉，睡醒了是吧。这是差不多娃娃的进化石，哎，骷髅队的胸甲，其他东西咱们还要不要，这些都不要了，铲子咱们也不要，没有进化石了吧。哦，转化桌真的好难开，朋友们，这应该是有一个裤子，我刚才看见裤子，这儿可以穿，我也算是给自己什么，你必须到直达圣诞节的时候才可以打开这个礼物，这礼物还是不能打开的，真垃圾啊，我要克命了，朋友们啊！既然他半天不给我进化石，我只能克命了，对不住了。二楼，二楼五十年单身，换我一颗，哎，不是进化石，是等价交换的转化桌啊！二楼五十年单身，换我一个等价交换转化桌，这一批两组多，咱们只要一个转化桌，我以前都开出来过的啊，这真的是能开出来的，就是概率被这个东西叫等价交换，概率没有我们的宝可梦东西多，所以占比不大，这占比一旦小了，它这个概率就变低了。哎哎，你们猜这是什么？宝可梦箱，哎，能量聚气900多万，我现在就差等价交换了，真的就差等价交换了。这又是个什么？是个钥匙。皮卡丘台灯，一把剑，一个进化石。哥们儿，你不闹呢吧？你这是，这是谁的进化石？看一眼，巨金怪进化石，收了收了。道馆标志咱们不要，骷髅鞋都不要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小麦咱们也都不要。宝可梦箱是绝对的好东西。然后咱们看这里边有没有刚才遗漏的啊？这些个大宝贝，有没有咱们需要的东西 ？Swatch， 我去，还真的是啊，离谱，这东西就离谱。PC 机咱家已经有，来看看还有没有咱们漏掉的，还有个奶瓶，基本是没有咱们漏掉的啊。我们搜索的还是非常仔细，那就再来一批。我这一波必须开到咱们的转化桌，开不到转化桌那能行啊？那能行？我再看看，咱们加速一波，直到哎呦我还加速什么呀？啊？大师球，兄弟们，喜欢玩宝可梦的兄弟们，手机电脑都能玩的宝可梦服务器，有叶峰这边合作的一个超强服务器，非常稳定，而且百人在线，看评论区置顶就能一起玩耍啦。我正愁如何给我的这个精灵升级，你们知道吧，精灵前期升级很麻烦，大家都懂，但是如果你用精灵上场再换一个神兽去打败你当前的那个怪物，那这经验值就能共享。我找到了升级的秘法，我竟然用四叶草开出了一个，这就离谱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咱把它拿出来放地上看能不能放，不能放。我竟然拿四叶草开出大师球了，这都能直接都就能记录一下子了，破记录了，朋友们。哇，奇异果实，越开越离谱了，六盔甲值，这也是六盔甲值。奇异果实我得留一下，这等着咱们卖到这个。这个卖到哪儿去？我想想啊，我们卖到转化桌里去啊，把这玩意儿卖到转化桌里去。还有大师球，我们也别着急用，最好是有转化桌的时候再用。所以请求你，哎，台队很值钱，捡回来。
台队一个好几百万。哇，兄弟们，我觉得我得花点时间把我们的这个转化桌做出来了，我去做转化桌去。